挑战一天只吃带米的食物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吃一口新疆炒米粉。过瘾指数100分。再来一口配菜肉肉，再来吃第二款米肠。过瘾95分。再来吃第三款紫米面包。过瘾95分。最后一款米线。过瘾99分。再来喝一瓶香蕉牛奶。好啦，姐妹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